会被那些牛羊识破，知道他害怕，所以牛羊那么聪明啊。你那个是童话故事还是真的啊？这是真的啦！我跑不会把尾巴伸。啊，为什么剪？用刀剪的又没有遗传。这是什么劣质品种啊？太劣质了吧！它怎么感觉像熊猫一样？劣质品种，东西都要人家咬。因为他们都在幼犬的时候就把尾巴剪去。那可是我是不会遗传啊，所以取每一只都是人剪的吗？对。哇！看你的科技。阿林养的都要剪啊，对，是脑袋坏掉。啊，没有，因为隔着晒啊，就容易，它会容易沾染脏污，然后弄到自己的屁眼，然后就整个容易生病啊。这是什么劣质品种？所以结论就是因为它腿太短啊。就是被人养久了，就跟熊猫一样。然后它身体断了，对科技有什么坏处？它也没办法赶蚊虫。然后奔跑游泳难平衡。对，跑起来就摇摇晃晃。Thank you.